啊，那我直接看一下你的笔记本。我用无线滑鼠试试看，好像也没比较好。来，我不知道这是第几个单字的，叫做 rich，第几？14。好，来，第一个写个动词，本身呢它叫做触及，或者是跟什么什么人联络上。不过另外帮我写个摸到，比如说你个子太小，你摸不到，假设上面的箱子，那个这个字 rich 呢，写个一。哇，他真的会抖动，来，那个一，就是与什么联络上；二的话呢，就是触及；三呢，就是摸到，摸得到，摸不到，摸到。好了没？然后写个等于 contact，你要跟什么什么人联络有没有？也可以，contact with somebody，也是跟某人联系，跟某人联络上。叫 contact with，就这样子咯。所以它是动词，这是第14个，没错吧？好，确定一下有录吗？有，OK。再来下一个单字呢，叫做 report。课本给你的哦，其实是名词，不过呢，请你帮我写一下，它除了是名词之外，它也是动词，就是你去做报道这个动作。所以呢，也因为这样，你把 report 加上 er 还是 or？对，加上 er 就变成记者，对，负责报道的人嘛，所以就是记者。可是真正记者是在外面冲锋陷阵的了，那在那个摄影棚里面讲话的那个人叫做什么？主播，主播怎么说？知道吗？写上去 anchor，ANCHOR。像我们班就有人目标就是他想要去念视听传播，是因为他想当主播。那个可是当主播之前哦，你大概一定都要先跑个1年以上的记者，就是你要先到外面，譬如跑财经线啊、社会线啊什么什么，你要先跑那个外面的新闻之后，可能才有机会上那个主播台，然后念那个，因为他有那个读稿机嘛，就跟着念就好了。所以因为这样要当主播其实也不容易，因为你要字正腔圆之外，颜值要高。你颜值不高，基本上也上不了台面的时候还是不行。好，再来下一个第16个单词叫 a piece of cake。第一个写个片语，一定是片语的原因是第一个它本身2个字以上。那什么叫一块蛋糕？为什么说它叫一块蛋糕？很小哦，其实不是，它不是很小的意思。简单来说，其实就是小 case。所谓的小 case 呢，就是很简单啦。我说，哎，你考试啊，那个英文啊，考个60分，现在对你们来讲应该是 a piece of cake，简简单单，眼睛闭着都可以考60。可是要考100分就不是那么容易了，因为你要考到满分这件事情是不容易的。所以像其实刘墉啊，他跟他的儿子叫刘轩，他们其实曾经哦，他跟他爸讲说，哎，他不想念书，然后他这样跟他讲，好，你如果不要念书可以考0分，你就可以做你自己想做的事，考零分哦。考0分哦，然后他儿子就想说，怎么可能没有办法啊？可是先决条件是什么？第一个，你必须要全部都画，你不能空白嘛，白烂。比如说我只画那个座号，然后什么都不写，0分当然很简单。他跟他的约法三章，就是第一个，你的题目必须每一题都写，必须每一题都写。如果你每一题都写，你都考0分，不知道几次，他就给他放手，他想要做他的，他想要任何他想要做的事，他想出国就出国，想干嘛就干嘛。就后来刘轩才发现，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你想要考0分，你必须要每一题答案你知道哪一题是错的。可是也因为这样，从这个要考0分的这件事情当中，他反而找到了他读书的兴趣，就是他为了要考0分。他要证明说他一定可以考零分，然后第一次要考30几分，他好呕，他说我没有考到零分，他爸说对啊，你看差一点，然后为了要考那个0分这件事，所以如果等到有一天你真的有能力可以考0分的时候，跟考100分是一样厉害的，你可以试试看，考0分真的不容易。好啦，再来下一个，所以那个这是不是一块蛋糕？不是，其实它不只是就好像吃你把那个蛋糕切开然后吃到嘴巴里面那么简单，其实没有，其实它一点都不容易。好，再来下一个单字叫做 dot，这个字哦，你帮我写个不等于 point，因为这2个字的中文都是点，可是这2个的点哦，有一点点不一样。对，譬如说 triple w 打 yahoo 打 com 打 tw，所以第一个这个 dot 是什么？知道吗？黑点，小黑点，这个是小黑点的意思。所以有时候你身上衣服不小心去沾到了那个东西哦，那个也可以说是 dot。
可是这个 point 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写一下啊，这是小数点，所以像你们喜欢用 0.38 还是像有更细的笔吗？还有更细的、哦、我觉得 0.38 已经够细了，再来还有更细的是什么？ 0.25 哦，好，这个的话就是那个小数点的点，所以你的你们刚刚说 0.25 那就是0.25 就是 0.25 的笔，那就小数点的点，请你写上去。我的字真的不是我不愿意写很漂亮，我是真的你们教室两个滑鼠都不听话，没办法。所以 point 这个字呢，记得跟 dot 一样都是点，只是一个是小黑点，一个是小数点。好，再来对话一的最后一个叫做 so far so good， 看得到吗？你们看到我上面这个吗？我放大一点 ，so far so good， 有没有？什么叫 so far so good？ So far， 什么叫 so far？ 好远哦，对，它叫好远哦。那 so good， 好棒哦。可是其实加在一起 ，so far so good 的意思是到目前为止还好，还不是很好哦，还好而已哦。那你要先知道的就是 so far 这个字，来画一下哈，你要写个一。通常呢，有 so far 的时候，请你记得前面一定是 have 还是加 pp， 因为它强调的是从以前到现在为止的一个状况。所以记得 so far 如果放句尾，请你用现在完成式。再来写个二 ，for 这个字呢，它有一点麻烦，所以它的比较级有两种，一个是抽象算得出距离的，一种是对不起，一种是抽象算不出距离的。一个是实际真的算得出距离的，就像我上次之前我们在上比较级的时候曾经问过你们，台中到台北跟台中到高雄到底哪一个比较远？哎，所以你们也不知道，你们曾经跟我说过很斩钉截铁的答案，可是我忘记了，到底是台中到台北比较远，还是台中到高雄比较远？好，那为什么你们可以很斩钉截铁跟我说到高雄？第一个，因为它算得出距离，没错吧？所以呢，如果今天这种算得出距离的，请你用 FARTHER， 当然最高级就是 FARTHEST， 就是把 ER 变成 EST 就好了。可是第二种呢，这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就是这种远呢是你算不出来的，全世界最远的距离就是我在你身边，可是你却看不到我，哇好远哦，请你也看看我吧，不要再发好人卡给我了嘛。那这种远呢，第二种的远，这种就是抽象的，抽象的远呢我们就会翻成更深入的，更深造的。所以什么时候用到这个单字？你呢可能出国念书，你出国深造，那你呢要去比较远的地方念书，可是这个呢只是你为了要得到更进一步的一个能力，那这个呢就变成 FURTHER， 这个字就是抽象的概念了， OK 了吗？好了哈，好，那对话一的那个单字大概先到这边，我们再来呢就请你看一下课本的20页，对不起，他没有办法放动。哎，我试试看，哎，好像可以。In front of the school. Kevin, what were you doing when I called last night? I couldn't reach you. Sorry, I was working on my science report. I see. How's it going? So far, so good. You finished yours, haven't you? Of course I have. Here, take a look at the picture. What do you see?This is a piece of cake. I see black squares. Look again. There is more than that. You're right. Now I see dots in it. It's interesting, isn't it? Now, check out this one. 好，先到这边。这种呢，就是跟图片，其实真的就像他讲的眼睛啊，真的有时候会骗我们啊。好，这是课本的20页。来，那我们就看，我把它放大哦。你们真的看到这个点点吗？有，你的课本看得出那个是黑，很多很多很多黑点组合在一起的。哦，好，那我老人家我眼睛不好，你们眼睛比较好。好啦，那我们就往下看咯。你的20页的地方，我看到哈。好，等我缩小一点点。好啦，来，那我们就看一下第一个 in front of the school， 来把这个 in front of 写个不等于 in the front of， 还记得吗？今天假设是公车好了，司机。是 in front of the bus 还是 in the front of the bus？ 要不要了？要。所以记住，有了跟没有了呢，是那个空间的概念。所以像现在我应该在教室的前面，对不对？我是 in front of the classroom 还是 in the front of the classroom？ in the 对，因为我这个空间的前面。可是如果今天你讲说一个在外面好了，假设明伦堂的前面呢是那个升旗台，这
这个时候在前面，因为它并不是那个空间里面的前面，而是真的外面了。那那个时候你就会 in front of， 所以这两个你要备注一下，它不等于 in the front of， 自己想要去，我就没办法画画了，因为我的滑鼠不听话。你们自己画，哎，就是画一台公车，你去把公车挡下来，有没有？停，我要上公车，不然的话我会没办法到那个到学校。你站在前面挡公车的那个叫 in front of the bus。司机的位置是 in the front of the bus， 所以这两个不一样。那他们两个是因为站在学校的前面啦。好，那我叫 Kevin， What were you doing？ 第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来把这个 were you doing 的 ing 写个长， cold 写个短。还记得这两个呢？有什么不一样吗？为什么不可以两个都加 ed 啊？有什么差别？ cold 是比较短的哦。想一个问题哦，你打电话多久？一下子。对，这种瞬间的我们加 ed， 可是在你那个打电话的那个当下，其实有一个动作已经持续更久的，我们加 ing。 所以 quit 这个字呢，它可以两个都过去式，可是也有可能是某一个动作的方那个过去的一个动作发生的当下，另外一个动作其实它早就已经持续在发生，而且持续很久。所以昨天我到家的时候，妈妈正在煮晚餐，其实妈妈已经煮很久了，在我到家那个当下的更早之前，他就持续在做。所以呢，到我到家的当下，他还在持续做。所以呢，比较久的我们加 ing， 瞬间的我们加 ed。所以我昨天打电话给你的时候，那个当时啊，你在干嘛呀？然后呢 ，I couldn't reach you， 好吧，就 couldn't 往这个字画，因为它是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所以不可以写 can't。我昨天晚上联络不到你，好不啦？那这个 reach 呢，备注一下，也可以写 contact。C-O-N-T-S-E-T 就是我联络不到你，你已读不回，或者是打电话没有接，或者是我敲你你也没有任何的回应。 Sorry I was working on a science report。 来吧， working on 写个努力，专心于什么事情。很抱歉了，我当时啊，你打电话给我的那个当下，我正在努力做我的那个 science report， 我的那个科学的报告。我说 I see， How's it going？ 来吧，这个 it我点到了，他会叫我。哎，没有反应哎。好，来把这个 it 往这里画，好了哈。那你的那个报告啊，做得如何啊？因为他讲的昨天晚上嘛，我就说了，so far so good， 到目前为止还算不错了，还好啦，倒没有非常好。然后就跟他讲了一句 ，You have finished yours。好，把这个 s 往上画，这个 s 代替的呢，就是 science report。第二个为什么用的是一撇 v 一？这个一撇 v 一是谁的缩写？知道吗 ？have 的缩写，从哪里知道必须用 have？ 两个原因。第一个，它是因为 so far， 到目前为止，没错吧？第二个，它还有一个小小的在这里，所以后面是用 haven， 前面当然就是用 have。然后就说，你到现在为止哦，你已经完成了你的那个 science report 了，对不对？他说 haven't you？ 那第二个呢，再提醒你一次，我用白板写哦。好啦，把这个 have 圈起来，我换新的一页。再一次哈，第一个一写个吃，二写个喝，三写个有，四写个啥？必须，对，写上去，吃喝。有跟必须的时候，请问你他要找的是哪一个附加问句的助动词？这个你们每次考每次错，吃喝有必须比较多的是找谁 ？Do the state， 对，请你写上去哦。我现在开始用画画的，请你，因为我只能用画画的方式写个 do， 可是写个打个星星。如果今天考试它是。已经或者是曾经，我怎么判断它是已经还是曾经 ？Have to 哦，不是哎，对 ，have has 后面加的是一个什么 ？PP 的时候，对，那因为它就是助动词了，那这个时候你的附加问句就必须用 haven't。当然啦，你可以是 have， 你可以是 haven't 啦，只是看前面肯定，后面就否定。那我先否定好了，保险一点，因为我前面是 have， 那后面就 haven't。翻成已经曾经就找 have， 翻成吃喝有必须，请你找 don't。其实应该说起来是 don't 比较对。好，再来往下喽。所以你已经完成你的报告了，对不对呀？我说 of course I have。
第二个，再把这个 have 圈起来，往这个字画。所以用 have 问，当然就是 have 回答，当然啊，我已经完成了，而且这里就翻已经哦。Here, take a look at the picture， 来把 take a look at 画起来，就是 look at。简单来说就是瞄一下，眯一下，来，马上给你看一下这张图片。What do you see？ 你现在看到什么？不是刚刚哦，所以要用 What do you see？ 不是 What did you see？ 他就说很简单啊 ，This is a piece of cake， 根本就是一块蛋糕而已嘛。I see black squares， 还记得什么叫 squares 吗？正方形。除了正方形之外 ，Times Square 是什么？时代广场。对，所以 square 除了正方形之外，还有一个是广场。说，当然啦，我很简单，就看到一堆黑色的正方形，不是吗 ？John Patrick 就跟他说 ，Look again， 再看一次哦。There is more than that， 好吧，这个 there is 的意思圈起来，记得哈、哦。基本上只有 there is， there are， there was， there were， there will be。帮我写个 have。可是呢，用红笔写上去，你要 have 可以，请你帮我加一个字就对。你如果真的这么喜欢 there have， 请你帮我加一个字 ，been，b-e-n。那什么叫 there have been 知道吗？写上去，这叫已经有或者是曾经有。已经有或者是曾经有，一直有也可以啦。他说他这里 there is 是现在哦 ，there is more than that， 还有比这个更多的。再看再看，他说哎 ，you are right， 没错哎。Now I see that in it， 好，把这个 it 往这个字画，这个 picture。哎，现在你跟我一讲之后，我认真看了一下，里面好多好多的小黑点呢，好多好多好多的那个点点呢。OK 啦，圆点也可以啦，小圆点也是他。他说，it's interesting, isn't it? 好，把这个 isn't it， 这个 isn't 往前画到这个地方，因为这个 eps 前面是 is， 后面就是 isn't， 前面呢是 it， 后面就是 it， 所以很有趣，不是吗 ？Now check out this one。好，什么叫 check out？ 什么叫 check in？登记嘛，啊，宣告嘞，退房，可是这里不能退房啊，这里怎么办？来写上去就是检查。现在再看，再检查另外一张，宣告呢也可以翻成看一下，也可以翻成检查，好了吗？好，等我哈，我先把按暂停，我们录成两段好了。